好，今天不多说，今天来直播玩一下第五人格哦。想说有观众问说可不可以直播，那来直播看看吧。好友加邀请好像加太多了，好，没关系。好友的部分呢，我过阵子再看看啦，因为我还在练习这个游戏，对，还在练习，所以这再看看。然后我没有很会玩，我们今天就直接先来玩个一场，先来玩个求生者，等下再来玩个那个监管者好了。目前我暂时先在练习啦，那个一起玩的部分以后再看看。哎，我怎么配到监管者了啊？算了算了，那就监管者吧。啊，Milly，玩到监管者了，可恶！算了，好，那就玩吧。第五人格是什么？你们最近应该没有在看我频道哦。安，下午好。刚看完第五人格才下载啊，试试就直播。好，等一下吧。哎，这个人为什么他还不做准备啊？有一个园丁不做准备，好久哦。他是要不要准备啊？他不见了啊！他在换角色啦，他换一个律师啊，那是律师对不对？我记得。他还在换，他现在换成慈善家了。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了，没关系啊。安安，吴小阳，这游戏好玩吗？见仁见智啊。有些人觉得足球游戏好玩，像我就觉得足球游戏好无聊，还有赛车游戏，所以看个人，你玩玩看你就知道，你就知道你到底觉得好不好玩。今天暂时不玩 Free Fire， 对。今天先来试点新的东西嘛，每天都 Free Fire， 你不腻我都腻啦。好不好？偶尔试点新的东西。好，我还不太会玩哦，我是新手啊，所以就我们就随便走了哦。而且现在技能也不能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边有人。就在后面啊，看到了。等一下卡住了。大家听一下。这里，有回到一个，看到了，他翻过去了，啊，没回到，可恶。啊！可恶！我一定要追到你！有了，抓！安安 TT， 反正这就是一个鬼抓人游戏啦，很简单啦。如果你们不知道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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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有队友啊！走开！我先绑起来。哇，没回到。有回到一个。等一下。OK。听一下。那边有一个，啊，这边有一个，哇！这有挥到吗？他想去救哎，直接传过去好了。所以第二个，等一下放这个。还有吗？好像很远哎，要走一段哎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，抓住。好，我已经把一个给送上去了。你看我这个啊，算了，听一下。哎，
好像没有人哦。他们剩三个密码机啊，再听一下，没有。我先守这个人好了，三个密码机，两个人应该解不会那么快，不像新手吗？可是我真的刚玩没多久哎，我是吗？搞不好我配到的是 AI 吧？有没有这个可能啊？因为我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想说，应该是这样玩没错了，我们来。我也还在熟悉当中，先等一下吧，因为剩两个应该不会解锁解那么快，而且有一个应该已经哦，那边有一个。等一下，我这个我要放一个这个东西在这里。其实我技能还不太会啊，应该是按这个吧？啊、哦，对对对，按这个没错。好，聆听一下。哎呦，送上去了，送上去了，剩两个密码机没有解。好，再来就是找人了。这边这台应该是没有人。还是有人，刚刚好像看到。哦，这个是坏掉的，被破坏掉的。每个密码机都晃一下好了。没有人。我觉得我剩下两个可能有点难抓哦。没有人。哎，有一个在这里，把这个抓掉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啊！看到了。哎，哇！对不起啊，我还有点新手，看一下。我先抓这个好了。啊，这个里面还有呢。算了算了，我先把这个木板先破坏掉啊，不然这很烦。人呢？不见了，听一下。有一个在那里，啊！看到了，有回到一下。在这里两下，好，抓住椅子在哪里？哇塞，椅子都感觉好远哦。卡住了。安安，下午好，等一下装上去。我觉得这操作我都不太习惯，因为有点卡卡的。哦，剩一个在那里，直接跳这里吧。好，看一下在哪里。没看到啊，我先回去好了。他有可能会回来救他，看到了。哇塞，不行，再把他在挂机啊！哎，这个在挂机是不是？我怎么抓起来？好，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我这个就是该死的手电筒哥，你回到。哇，不行！有了，晕了。这样可以了吧？这可以做吗？可以。好，获胜了。这样应该赢了吧？四个都抓到了，呜！不知道是 AI 还是真人玩家啊？
哦，他是要拆椅子啊、哦，哦，哎、欸，各位有如果有老手的话，请问这是 AI 玩家？因为我是想说，有一些观众说刚开始是 AI 嘛，我是想说我想要跟真人玩玩看，对啊，不然一直跟 AI 玩，搞不好会变烂，对啊。风之谷 N 要出了，我会去试玩，我会去试玩。对，哎、欸，觉得感觉玩鬼好像比玩人简单的感觉，有时候啦，这不是吗？这不是 AI 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就觉得那还蛮好玩的，我觉得都是玩家啊，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我们来玩一场求生者的好了啦。